家好，欢迎嚟到 Nano Orange Channel。今朝起身咧，就对住个海边喺土肥，系超爽啊，劲正啊！又嚟到乡下地方啦，跟住又去海边。看到海底的，即是證明水很清咯。圍著個海邊都是民宿和酒店來的，是好得意的。這個山灘近住有個澡堂，可以沖埋靚涼添。吃早餐了，今天我們的早餐是吃什麼？靚同埋咩啊？有魚子啊，正咧。飯團。不如貴少少啦，要275日元啦，即係 OK 啦。都 OK 啦，幾蚊雞，食兩個就飽你100日元。你有好多，買咗呢個咩啊？呢個 Siri 啦，110日元啦。呢個係 pickle pom tuna menu。呢度有幾多飯團咧？1、2、3、4、5，都係1000多日元就加埋兩個。係咯。第二間。即係要去行程咧，就食呢啲最啱嘅咯，最方便嘅。嗯哼，好。食麥當勞啊，始終都係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ようこそ土肥金山へ。入場費咧要每人1000日元，如果你想買為陶瓷金咧，就要750日元。入面好黑，但好凍噶。呢度係俾你洗錢噶，洗乾淨佢啲錢，洗曬啲錢啊！洗完洗曬啲錢，跟住變曬啲錢出嚟，再洗曬啲錢，快啲買十塊 double， 洗緊最好啦，唔使再啦。係，快啲 get 多啲 luck，let's go。就可以體驗到啲人掘緊金喺大熱天時，嗰陣時揾食真係艱難咯。而家算得係乜嘢啫？不過嗰個時代咧，啲女人都會浸温泉，跟住啲男仔就嘆舌家喺度嘆下咯。拎起佢啦，22kg 拎得起。勁嘅老人啊！哇！
好啦。試一種運動係咁。How do you feel? How should be Luana? 正唔正？如果你可以攞嚟變 cash 就好。發咗大浪。佢係 super 嘛，要係咁沙先。跟住咧？攞一扎沙子。不，其實當好似揸車咁。繼續啦，你有30分鐘，睇你投到幾多粒。但你會玩足30分鐘咩？唔會。係啊，但係所以你快啲篩啲金沙出嚟俾我，我要金啊！Give me the gold。我揾到兩粒。好啦，投完金我哋就去探個下午茶啦，睇呢度都幾特別喎，幾精緻，應該啲唔錯嘅。今日我哋而家做嚟做咩啊？饮咖啡、饮茶 ，with gold。我哋叫咗个纯金红茶同埋纯金咖啡。如果加嘢食仲平啲添，300 yen。但如果唔加嘢食，就系斋叫个纯金红茶同咖啡咧，就要450 yen。其实味道唔差噶，只不过真系冇乜特别咯，除咗啲金箔。呢度特產丁香魚蛋，好腥。因為銀色嘅魚就係會好腥。因為有薑，所以我就感覺唔到腥，因為加咗大量嘅水。係嘛？真係好出名嘅。就好似沙煎魚咯，個感覺。嗯。幾特別。嗯。但好似每一個都唔同嘅，呢個係葱啊，白沙皮啊。嗯哼。呢個唔知咩嚟喎，佢有5隻唔同嘅配料落去俾佢。頭先我有菜嘅嗰個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唔該訂閱我 channel 同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多謝，拜拜。